又知道，我話呢個係足功德啊，你唔使驚咁。啊，佢又信。結果咧，又係一日一夜之後咧，佢又到翻去星期五啦。星期六嗰日，我喺路上撞到佢。佢話：袁老師，我真係冇曬啦。翻嚟嘅嗰朝頭早咧，都仲有嘅，仲有啲嘅。咁佢自己講：佢話：哎呀，我今晚要翻善果院讀地藏經啊，地藏菩薩啦，一定要快啲俾我樣靚翻，唔好我點見人啊咁。結果到咗夜晚黑嘅時候咧，佢就全部冇曬啦。冇曬之餘咧，佢自己照鏡都發覺自己啊靚咗好多，即係啲皮膚啊滑咗，佢話臉面都係咁，即係穿著衣服嘅嗰啲部位更加靚。佢話靚到咧，佢我做後生嗰時候都冇咁靚啦，咁就出咗現呢個。你睇下，原來咧，當你喺修行嘅過程中產生呢啲咁嘅速功德嘅時候咧，你嘅身心係喺度不停咁超越。雖然呢啲速功德，我哋唔建議話你要執著啲乜嘢，但係佢係有一個見道，佢話俾你聽，你嘅修行咧係有反應嘅，你嘅身心係有轉變嘅。啊、所以你只要去實踐就會有這些這樣的反應出來，你不去實踐 你就不能夠獲得身心的超越。修行就是要通過這些去將我們身體裡面、啊、去改變身心的轉化。那當我們在讀經的時候呢，也都是一個身心的轉化。當你的地藏經已經讀到35分鐘以內的時候呢，你絕對是一個比較定的，就算很粗淺的定都好，很淺的這個欲界定裡面都好，都是定中去讀的。如果不是，你是沒有可能35分鐘裡面呢去完成到，它是個身一定是一個定境裡面的。而這個定境呢可以將部經呢進行一個壓縮訓練，而這個壓縮訓練呢是一個極好的修行方法，對你的身心、啊、都會有很大的改變。而你壓縮了你的聲音呢，它絕對性絕對是有穿透性的。當你將部經的文字變成35分鐘的時候，它已經在外面的人已經聽起是一串的音，而不是文字，你是聽不到文字的。給段片他聽，你們聽一下，你用心閉上眼去聽，因為我給善果園他聽，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感覺。你聽完之後你自己看看自己有什麼感覺，不要有刻意性，你是放鬆去聽就可以了。你覺得佢點樣先？淨係單從聲音裏邊，你感覺到乜嘢都唔緊要。我哋前嗰樣一個就話，我聽到好驚啊！開始嗰時候係啊，好似好恐怖咁啊嘛。有啲人覺得會好恐怖，但咧最起碼你覺得個聲音係點樣噶？吹號角。我哋前嗰樣有啲人又覺得，但係西藏嘅吹殼殼嗰啲法螺啊，係咪啊？呼，係咪咁啊？如果你感覺到個吹法螺，係咪覺得嗰個聲音係好穩？那個頻率係咪好舒服啊？有一個同修聽咗之後，成個人都話：佢話個心咧隨住佢喺度跳動，隨住個聲音喺度跳動。啊，有兩個同學都係咁樣反應我聽，聽呢、這個聲音咧，隨住嗰個喺度跳動。
最起碼我哋感覺佢係好穩、好舒服。你哋聽到好似嗰啲西藏吹法螺咁樣，你就知道呢個聲音啊，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殊勝，係咪？但係佢就係我哋善果園一個同修咧，喺度讀地藏經。你有冇聽到一隻字啊？一隻字都聽唔到。佢有一日發俾我哋，陳老師，我讀地藏經嘅時候咧，我隻隻字都好清楚嘅喎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外邊啲人，因為佢老公又係學跟佢嚟我哋善果園學噶嘛，可能佢老公就聽到你喺度讀乜嘢咪咪烏嘅咁樣，咁佢就特登錄咗出嚟咧，就問阿陳生，佢話陳老師，呢個係我讀地藏經嘅時候咧嘅聲音。但我是字字我是很清楚的，但是出来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听到我在读什么的，你就可想而知、啊、他自己清清楚楚的，不是大散乱的，但是你看他读了一本地藏经，读到已经将文字变成一种音符了，这个音就可以穿透你的生命，穿透你业障而联系你的自性中心，咁梗係唔係一下子得啦，但係呢種聲音係有穿透性嘅，係層層咁穿透你嘅生命。所以讀經你諗住淨係啊應付式求其咁樣讀兩下，或者讀一本半本，你睇讀經都可以係一種修行嘅一種方法。所以你哋要返去試下，幾多方法俾你哋去試，就拜佛又有得試，讀經又有得試，念咒你都可以有得試。你睇下你試下將嗰、那個暂题啊，念到变成一个音，这个音呢，你睇，佢系咁平稳，好似吹法螺一样，你就知道呢个声音啊，系唔简单一个声音。所以修行咧有好多方法，就睇你哋用唔用心，肯唔肯去做。佢都唔知道自己会咁嘅效果噶喎，啊，呢啲又系发愿咧，每日七部地藏经，拜忏，大量地拜忏，大量地读经，然后咧去。進行咧身心嘅改變，到達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咧，佢會出現效果，咁你就要試啦。所以佢能夠有依啲改變嘅時候，佢就法喜充滿啦。咁當然我哋要識指導佢啦。如果唔係，死啦！你點解變咗咁嘅啊？大家都嚇死係咪啊？所以咧，我哋做老師咧都係要不停咁去提升嘅。咁就話啊，原來讀經咧係變成一種聲音啊，所以念佛亦都係六個字變成四個字，四個字變成咧。兩個字，兩個字變成一個字，它就變成一種音符、啊、變成一個音頻，一個頻率，一個聲波去穿透你的生命，而它在這個宇宙之中傳遞開去，它是不會散的，它是不會散的，它不會消失的。你看看你上一次我們 上一次的支輪道課是不是看過水實驗、啊、你看這個聲音的傳遞、啊、是一種正能量的傳遞。所以如果你們人人都讀到這個效果的話，你說这个宇宙怎么不能够改变呢？但现在我们就不是了、啊、被负能量的那些频率、啊、音波、啊、声波呢去充斥了这个宇宙，所以很多人呢、啊、情绪、啊、身体、啊、都出现了种种的病变。所以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，今天你有机缘呢踏足这个修行的领域呢，希望都能够发起个菩提心，肩负起这个使命，就是去开发自己，然后呢去治理利他，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来的，也都是地藏行者的使命。地藏菩萨、啊、地藏经里面有一个什么？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，一开始第一品那里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这个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、啊、在儒家来讲，它是开天辟地，盘古开天的意思，所以破红梦是有这个意思的，真的名字開得、啊、起得好合，好吻合。而这个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、啊、在佛法来讲，它是代表了燃灯佛。哇，我后面才知道，哇，难怪地藏菩萨被燃灯院的名字叫做燃灯院。原来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，在儒家来讲是盘古开天、啊、而在佛法来讲，佛教来讲，它是燃灯佛。这个诗人啊，奋迅具足万行如来，这个呢
在儒家来讲，它就是盘古开天，开天辟地。而佛法来讲呢，它是燃灯佛的意思。燃灯佛，所以地藏菩萨比燃灯远，叫做燃灯远。所以大家呢使命呢是很重的。什么叫燃灯佛呢？开启你你嚟燃灯院学佛，而你通过佢带你嚟不停咁学习，智慧不停咁开启，同埋咧道心不停咁坚固，菩提心不停咁上涨。那么带你嚟嘅呢个人，佢系你嘅燃灯佛。当你听宝善师父讲课嘅时候，你嘅智慧不停咁提升，宝善师父就系你嘅燃灯佛。所以你哋每一个人嚟学佛咧，你必然有一个燃灯佛嘅。冇人引你嚟，你自己嚟嘅话，你都系坐喺度听，然后你听老师讲课而开启到你灵性觉悟嘅，灵性生命嘅觉悟嘅，呢个人就系你嘅燃灯佛。所以作为一个地藏喺燃灯院里边学习嘅每一个同修，你嘅使命就系你要做燃灯佛。今日有人将你带嚟呢度学习，你自己发愿要做燃灯佛，就话引领更多嘅人咧去翻嚟学习，把佛法介绍俾佢。你要做別人的明灯，你要在愚迷昧的众生里面呢，自己作为一盏明灯，引领他回来去学习正确的佛法，令到他呢得以解脱。所以你每一个地藏行者都是一个燃灯佛的角色，你要带领迷途的众生回来学习，令到他觉醒，令到他觉悟，令到他解脱。你就是人地，你就是众生的燃灯佛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，你认识了自己的使命，道心才能够发得起。有了这个道心，有了这个愿力，愿力愿力，当愿力大过你的业力的时候呢，当愿力大过你的业力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呢冲破你的业障而得到提升。而当愿力少过你的业力的时候呢，你就被业力所淹没，被业力的巨浪呢去冚沉你呢，你是没办法呢去成就你的道业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你不停地拜忏，不停地要填业海，在填业海的过程中，当你没办法突破的时候，你就即刻发愿，而这个愿力你真切实真切很切的话呢，而且真实的话，这个愿力会帮助你呢战胜你的业力。当我们在修行上没办法突破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业障未澄清，所以我们呢要你忏悔，要你拜忏，在忏悔的过程中去跟你的业力呢去角力。当角嚟过去，业力都大过你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超越的时候，你会很灰心丧志。哎呀，我修嚟修去都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还衰过以前的，看见人家这么好，我这么差的，那你就会退心了。一退心就哇，以后再想进步都难了。所以在这个没办法突破的时候，除了拜忏，你就发大愿。这个愿力是利他的，是利益众生的。所以我的同修呢，他超越不到业力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你最重要发愿，第日呢一定要呢回善果园里面努力学习这个愿力都很犀利的。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这个愿力还有其他愿力，你自己要怎样度众生，我怎样帮祖先，这是你的事。但是其中一个愿力一定要一有时间就回善果园学习，你们都是其中一个愿力，一定是一有时间一定回燃灯院学习共修，这个愿力是很大的。因为只要你圆念这个道场，圆念这里的善知识，圆念
你的 善友你的道心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呢被业力去击退击败你，因为有上司、啊、因为有道场的加持力，因为有善友的提携。我们那里有一个、啊、一次拜大悲忏，那呢、那个音响呢就教得很细声，那我就听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跟到个大悲忏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叫在一个最近的位置同手呢，我示意他呢